大家好，你是谁？阿思思。阿思思是谁 ？YouTuber。YouTuber。好，还有我是爸爸。爸爸，这是两岁六个月的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阿思川。这是什么呢？皮卡丘。卡丘。皮卡。皮卡。等一下，帮我先这样子，然后把你拿起来。好，打了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皮卡。冬天要到了，保暖好不好？我家也有皮卡丘来喽，阿思思变身皮卡丘啦！哇，这个摸起来很舒服，刚到货的。冬天要到了，你看，哇，太可爱了！再加上我女儿这么可爱，皮卡丘，好可爱！你转身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你看这一件，哦，冬天超保暖的，而且又可以穿到很大，对，是刷毛的，非常保暖。冬天的时候，如果小朋友洗完澡，也可以冲到浴袍，你看它有上面，哇，大一点也可以穿。不过显然他是比较喜欢这个。伪皮卡丘，皮卡，你穿。皮卡加耶。大人也可以戴，像我头那么大的也戴。皮卡。那今天开箱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只要看一下这个而已，可爱吗？可爱，谢谢大家。浴袍，皮卡丘浴袍跟皮卡丘帽子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件呢？请在下方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影片，请在这边订阅，可以看更多。下面这边呢有我推荐给你看的影片。或是用手机观看的话，请在下方帮我做订阅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就到这边喽，跟大家说，拜拜。皮卡丘还给我。好，还给你哦，好。